Hi, Men's Winner， 我是王哲尔 Jackson。谈一下今天看秀的感受。我感受，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它是一个包裹，给我的感觉是，你不要走了。不是，我说的感觉是，它除了音乐跟氛围设计，它整个体验感很好，这非常是我的菜。而且我身为家主，我很荣幸可以被邀请到去见证 Pharrell 的第一个 collection， 觉得是，我好想去 party 现在。对，我 I love it。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？I love it too。你也喜欢？对。有一个闪闪的帽子，我喜欢那个。谈一下今天这个看秀的造型。我没有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穿搭，其实我就是我本来的穿搭都我喜欢干干净净，但是有一些 like 一些 taste point， 对 like that's it。 然后今天最喜欢的一件穿搭是什么呢？我喜欢这个 launch 的那个 demo flash 的它的不同颜色的搭配，我很喜欢。那最近工作比较忙的话，你怎么保持好的状态呢？你这么忙，为什么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呢？多睡觉。我也是。那最后说不说一下你自己的实力，最想给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 magic， 希望大家找到自己的开心跟快乐的标准。我身为表演者，我觉得这就是我追求的。谢谢。